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 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哇！好，呢度电话呢度，呢度网络网张网张，两位两位，呢度呢度呢度系啦，爆晒。好，两位呢度。望一望呢度，唔该。左边山顶，左边山顶，唔该。好，有冇仲好回味呢个五周年嘅乐园活动？有啊，好回味啊！嗰日好开心，最开心系米老鼠喺我隔篱咯，好活泼，佢好活泼，系好开心。同埋我哋喺台上面见到 fans， 其实都真系一望无际，都唔知佢哋，唉死火啦！咁远你睇唔睇到噶？咁样咯。边个啊？米老鼠？我冇啊！我冇，我冇，我冇，我冇啊！我冇整蛊啊！有其他人整蛊啊！我冇啊！我冇啊！我都仲回味緊啊，因為真係好夢幻啊嗰樣嘢，又咁近見到 fans 同佢哋好多人接觸，跟住又喺一個主題樂園嗰度見到，即係一舉兩得。之後仲會再有第二啲嘅慶祝活動，我諗嚟緊慶祝活動就可能未必有，因為我哋都要準備彩排呢個演唱會。咁我哋隔多一個禮拜到就應該會閉關啦，咁就專心演唱會啦。會出多首新團歌？會出多首新團歌？演唱會會係啦，最新更新今次會啦，係啊，我諗係一個演唱會嘅主題曲啦，係啊，可能有 MV。幾時劇透得啊？我再話你聽，係啊，係啊。嗯，好唔慣俾阿 AK 叫你冷靜啲。我又冇好唔慣俾 AK 冷靜啲喎，我反而係好 enjoy 有得有一個大佬可以跟下，有得狐假虎威喎，幾正啊大佬，係啊，又唔使成本又有得威。但係嗰個評語算唔算都係你關注到我哋？係。即係你覺得同現實中個反差有冇好大？哦，同現實中個反差有冇好大？個角色倒轉咗咯，一開頭我哋已經覺得幾搞笑㗎啦，咁樣倒轉，咁我覺得都幾好啊，新鮮感多啲嘛，唔好成日就我做冷靜，佢做衝動啊嘛，咁觀眾都想睇啲新嘢㗎嘛，即係如果我本身係冷靜嘅，當我做演員嘅時候，我成日演冷靜，咁我自己又悶，觀眾又悶，咁又突然間有啲衝突，咁咪幾好啊！你自己印象最自己最爆笑嗰句對白係咩？即係例如啲女要為你尖叫。我覺得真實對白嚟嗰個有少少真實嘅感覺咯。但我覺得最點樣講啊？最爆竊嗰個就係第一集，然之後咪可唔可以借得個冰場嚟？我話唔得，你哋咁勁，用乜你練到飛天嗰個？我覺得都幾乞人憎嘅。我試咗好多個 version 啊，同埋嗰時演嘅時候好緊張，因為佢哋全部牛高馬大咧，我話咁樣喎，但我又要掛翻佢哋喎，咁樣嗰個係深刻啲，我覺得。都要繼續練嗰啲情節，有冇覺得都好青春？成套劇都好青春啦，同埋個味道都好青春啦。因為啲 gear 咧都做咗十幾個鐘啊，係啊。咁同埋個我哋因為太多人啦，我哋唔夠地方擺出嚟曬，咁所以個味道係最青春，我覺得。個味道係啊，個味道最青春。推介邊個嘅味道最好聞咧？咁多位男士都分唔到啦，係啊。總之就集合埋一齊啦，係啊，大兜亂。每日都有洗嘅。每日都有消毒咯。系有消毒，有消毒，系啊，洗唔到噶，干唔切啊。但你本身有濕，即係驚啲。哦，所以我戴手，我有戴咗個膠手套，再戴嗰個冰球手套咯，係愛惜自己。咩啊？我寧願焗少少好啲，係啦，因為嗰個質地啊，嗰個味道啊，我又唔係好接受到，係啊，焗少少我 OK。咁我期期咧幾時到你養？啊！我哋都要等通知閉關之後有冇安排，我都等緊啊 ，ready 好噶啦。舞台劇之後都已經 touch 咗啦。哦，係啊，係啊，寫緊劇本嘅 IT 九二係，以我所知，睇下有傾過睇下會唔會下年開拍咯。咁如果下年開拍，即係可能後年先有啦，係啦，係啊，你想挑戰咩角色？如果 IT 九二或者其他嘅話，哇！如果 IT 九二，我諗住如果 Never 變咗個性格都幾好笑喎。係點樣？係嬲爆爆咁都幾得意。講咩都嬲嘅。或者好似李冰上咁樣串串共咁樣都。哦，即係識咩啊？但係又唔係講嘢咁樣。係啊，係啊。走嗰啲。我最想串邊個？哇，冇乜得揀，我得 Lockman、Stanley、Hannah。我想試下串 Hannah 咯。
串下簡或者串下導演喺度得，喺個 cam 出邊嘅。我哋一個延續一個聲延續嘅新傳新嘅以我所知，好似係延續嚟嘅，係啦。咁希望就舊嘅人齊咯，係即係希望。我估應該都會有啲新角色嘅，係啊。但係睇下，這個唔講住，係啦，係啦。哇！如果有咁多 budget 都好啊，或者成套都搬去美國直谷拍咯，咁慳翻啲飛機錢啊嘛，一程啊嘛，係咪？唔使飛嚟飛去啊嘛，係嘛？正啊！公開爭取，去美國直谷拍啲狗嘢。我又冇，我想試下拍翻劇，揾翻睇下我舞台劇嗰個感覺，用落拍劇嗰度，我可以用到幾多落去咯？係啊。咁有冇信心話真係出 solo 唱？即係舞台劇都唱，你可以唱。出 solo 歌都有咁嘅諗法嘅，我都有儲緊一啲 idea 去出 solo 歌咁樣嘅。咁你出咩風格？咩風格？呢個好問題，我都諗咗幾個風格。是跳唱啊，定係抒情咧？鐵漢柔情咁樣，十五十六咁樣。出下嘅。係啦，係啦。有冇阿陳啲歌啊？準備定？聽唔到。有冇阿陳啲歌啊？都要準備定啊？要唱真人試話。哦。我有諗過㗎，阿陳，因為佢好熟我嘛。咁我都未同佢提起過嘅，我都仲構思緊嘅啫，而家。你覺得你成功的機會率都高的，我覺得希望給阿面子第一首如果是的話好像AK 給我飆高音的我相信他很清楚我擅長些唱什麼的感覺的東西，所以如果交給他的話我都很放心。但是音樂不會欺人的但是人會的是人才會的。我之前在 Kira 的 Live 本身原定計劃呢是我和 AK 做主持的但因為實在人太多了還有場面失控就唯有有個大局在主持一下咯，咁同埋就冇啦，系要有少少態度先至喝得停嘅，系啊，所以 OK 嘅。咁嗰次阿 Tiger 咧毒舌咧，毒舌王咧，佢好勁，佢平時係咪都係咁樣？即係平時唔講嘢，但係一講嘢就係。我唔記得咗佢毒舌咗，佢係咁毒舌定係毒舌咗一兩句啊？哦，係啊，係啊，可能佢嗰日比較唔夠瞓啩，可能飛咗啲冷箭出嚟。係啊，係啊，佢又唔夠瞓喎，佢又唔平時都唔係咁，應該咁講，平時大家都讀舌噶啦，係啊，都大家互讀下大家噶啦。咁可能佢嗰日真係唔夠瞓啦，唔小心飆咗啲嘢出嚟啩。King of 讀舌啊！其實我都三甲噶啦，應該你覺得係咪三甲啊？你係三甲，我三甲，跟住重拳嘅，重拳噶，拳拳都咁重。Tiger 我估唔到嗰日咁好狀態啫。Tiger 好精準嘅，即係佢啲拳唔會出一出就重噶啦咁樣。咁仲有邊個咧？三甲啊，你係三甲，仲有兩位係邊位？係咯，唔使排。仲有兩位啊？仲有兩位 AK 咯 ，AK 效果型嘅毒舌咯，佢係。係係係。佢唔怕個貨唔數量型毒舌，數量俾你。看看你接不接到的。仲有一位啊，仲有一位啊 ，Elton 有时都很多金句的，但嗰啲又道理毒舌，系未必是毒舌的，道理性毒舌，用个道理压赢你的，王道型的，王道型，我结论型的，系啦系啦，我嗰啲就未必是升华型毒舌啦，佢系要谂两个 level 咁先可能谂。我自己都未必明白有時。比啊，大家咁高咁大咯，我諗嚇有來有往啦，呢啲嘢點可以認輸㗎？係咪先？我覺得 Tiger 都可做之才嚟嘅，佢可以鍛鍊下啦，係啦，練多啲個數量出嚟啦，質量有嘅，數量未夠啦。咁啊，兩位啦，呢一天氣開始涼咗啦，出耳咩我都舒服咗，即係燒到好夏天。哦，有啊，舒服 啊，但系我覺得可以再凍多少少咯，而家因為都十一月啦，
上個禮拜仲30度，有少少奇怪，係今日好彩涼翻少少，咁啊幾舒服，著啲衫幾靚係嘛？又冇流汗係咪？係咯，又透氣，又透氣又防風，係啊，又多功能又多袋，係啊，元素又豐富，嗯，係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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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